我们去看巴莎。这本是我给我女儿留的，快走吧，不要烦我。每个人都自顾不暇，没有人会在意你的感受。哎，您好，吴总，您放心，您放心，我马上到，马上到。哎，好。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活着。没有人会在乎你的境遇。行色匆匆的人群里，你一点都不特别，也不会有优待。你的苦楚不过是别人眼里的笑话。你眼瞎了呀？老板，对不起，都要叫我赔。我拉车了，你拉什么赔啊？人心冷漠的世界里，每个人都无处可逃。快走吧，不要烦我。你这油箱盖的不关就开车上路了？走吧，开车注意安全。谢啊。快进去吧，我走楼梯。草坪了。